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很多很多有硬邦邦的事情，因为公法这两个字哦，本来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尤其是像对我又是生物的背景，生物的背景去谈公法，其实有很多东西不能够到位啊，因为对于那公法的细节该怎么做，其实是公法的人最清楚。所以在整个稀有整治的过程当中，生物当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各大家已经操作过一次了，所以应该很清楚。那个溪流在做调查的同时，它里面这些生物在里面出现跟没有出现的关键跟它的原因，可能大家都可以大概猜得出来，对不对？但是回过头来，当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让这条溪流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貌？那现在其实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多摩川，听过这个地方吗？没有。我们可以干这样的。多少经过一点了。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首尔的那条叫什么？首尔也有一条川，那条川在那个之前的他们的总理就总统上任之后，做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个改变的同时，让以前是一条臭水沟。现在的那条水都变成是一个景点，大家可以下去，不只是戏水，还可以钓鱼。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做一个环境的监测改善的同时，它其实后端很重要的是有人想尽办法让这个环境回复到以前过去我们看到的模样。那这个东西工程有工程的做法，那我今天可能不会谈太多工程，因为在做很多的是工程背景的，你会知道那个防磨其他要打那个钢筋水泥怎么样去架，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会把公共委员会这个单位成立到今天大概有一段时间的，那这个中间有段重要的过程发展的原因是911大地震。那个大地震改变整个中部地区很多不同的社区、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环境的结构，所以大家发现大震的力量远超过我们原来建筑的相关的法规或者那个样的一个工程的结构，所以呢开始去做一些不同的改善，想办法在做工程的同时要去营造跟环境结合的那样的一个工法。所以生态工法在台湾就从911大地震那个事件开始之后蓬勃发展。你说很 OK 吗？没有很 OK。原因呢等我们再说。你先看几张这个有趣的图。那公法不只限于溪流，它也限于道路，限于山坡地的整治，所以我今天会一定跟大家稍微谈一谈公共委员会在那个时候提出来这些想法。好，那当然到今天有一段时间的，有些做起来还像个样子，但是有些呢看起来只是搭个边啊，都有。那也有人会质疑生态公法这个东西到底扎不扎实，因为所有的工程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方便性，大家了解吗？就是可能溪流的整治其实是因为怕水淹起来，分到了淹水，所以那个淹水的问题其实会让很多人很担心说啊，这个溪流如果没有整治，我们会遇到淹水的问题。至于能不能玩水再其次，反正有的玩我们就下去玩，没得玩反正没关系，再找更深山里面去玩。这是过去我们在使用环境里面的一些看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分享大山上那个山区的土地利用，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个大家已经都超限利用。超限利用就是说超过原来的自然的限制，不是人为的限制哦。人为没有太多限制 ，OK， 人为只是无限制的开发，所以它在开发的同时，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大家很愿意花钱去享受的两个我们生活的食物，一个是高山蔬菜，一个是高山的水果。那这两个东西其实你最早也不是因为这些农民愿意上去做这件事，大部分土地都还是原住民的土地，那可是原住民不会去耕作，就承租给这些相关的单位，然后让这些乡下的愿意出税这个耕作土地的这些民众上来去那个耕作。那最早还更早往前推，就是我们的农民。
是 军人退伍的练习农民，农民他们在退伍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做受骗证，我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觉得职业军人在退伍的时候，不让他在退休的同时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福利，所以给他一块钱，让他回去种田，对，然后想分享种田的成果的这个收获，然后可以自力更生。那这个东西在山上就有好几个农场，就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一个是武陵，一个是福寿山，还有一个是哪里？就有三个，福寿山、武陵、骊山 ，OK， 这三个地方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发展起来，成为高山地区一些高农出产水果主要的耕作地。那确实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丰田，大家在享受了，也觉得它比平地好吃很多。像我们的苹果，我们都还可以吃。冬天哪有那么好？一定要远足的时候，妈妈才会想办法。如果家里环境不好，没有苹果就只有橘子，看人家吃苹果，我们就只有橘子。冬天嘛 ，OK， 所以只有这个时间点，你才能带个苹果出门啊，让那时间上大家吃苹果。像现在苹果，你看市场到处都是，对不对？一年四季都有。对，所以现在是慢慢在改变。所以那个苹果的甜度，说是高冷蔬菜的甜度，像您大家也说苹果，就是因为温度降低的同时，它把弱的那个糖分结晶在那个果实里面，就那个蔬菜的叶子里面，所以就发现那个甜度让你的果子生下来是。清脆可口，香甜，所以如果还是温带地区的农作物，那如果平地可以种一个绿色苹果树，大家试试看，就那棵树如果还很好吃的话，那就发了。所以这是那个时候造成的一些问题。那这什么问题呢？你在开垦一个环境的时候，你要把地表整地，不管是做农田、做作物，任何农作物都要整地，对不对？至少。一条一条的这个范围，在整理的时候方便去整理。山上也一样，可是原来它是山坡地，山坡地那些原始植物呢，你要把它弄走，弄走之后土地的那个土表面就裸露，裸露的同时一下雨，那个雨可能在经过原来有草之后，它可能会被挡住，就下来速度会变得很慢。可现在呢，都没有草，都是石头，所以就顺着这个水就顺着这个石头。就一直下，所以为什么常发现它那么多的土石流，其实跟这个整个山坡地的开发是最大的关键。OK， 好，那槟榔也是我们的国粹，对不对？大家入籍的人应该是没有，但是当兵的人或是做工的人，大概他们很需要这个东西当做他们的这个辅食，因为冬天，你不肯穿一个。大的大衣棉袄去做工嘛，可是你穿着短袖做工都觉得很冷，它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发热的一个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是没有吃过，我看到那个满嘴鲜红就觉得很棒。所以那槟榔当然有这么大的需求，从南部一直往上，还造就很多文化，对不对？包括我们西施文化，槟榔西施啊。所以这个其实很特别的一个台湾的这个特产，那它的问题就是它的根很浅，它不喜欢太多的水，所以你的水呢，这个地方在外面开发之后，水直接流下来，它有一点水，自然流走，是它最喜欢的生长的地方。所以大概几乎低海拔的地区的山坡地，槟榔的种植几乎马上便宜，那它就造成能够会造成那种地球滑动的问题。所以，然后再是道路的开发，道路开发的同时，它其实对于台湾的土地的使用，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土地能道路的开发，我刚在山上的农园，我种好的蔬果，我要运下来，我要一条路，要才方便我去。所以为什么看土关到现在到那个青山上线下线那两条路不通的时候，造成多大困难？现在唯一能够使用那条路，就是说宜山地区的居民方便把那个蔬菜从那条路运下来，一般的民众还有办法走。久了意大利人之后，他就
九一大地震，九一不是大地震，九一是那个美国那个，美国那个对，九二大地震之后，一条路崩了，我们要修好了，要修好的那一年就来一个台风，我都没听说，还没投资，说台风就把那条路又再毁了一次，从那时候开始就决定那条路不修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子修成大家可能看到的中横公路、中横木樨公路，就那样子就不修。所以现在所有的高等出台做两条路，一个台西甲从宜兰下来到整个北台湾，经过雪隧，雪隧现在不能走，就走北海岸，反正走台九线，那个是北宜公路。另外一条走台四甲，经过埔里，经过市区，台六台那个国道六号，也算高速公路，从台四。所以如果你有去过亲近旅游的，你发现身上送下的那一辆大卡车，那速度都飞快无比，对不对？因为那时间比原来时间拉长很多，每增加一个运送的时间，就增加他们的成本。一个菜品多少钱？所以大家看到高丽菜也就贱价，很便宜的高丽菜，高山的商品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个问题，你当你的农产品要运送的同时，道路就要有一定程度的开发。那这都是当然都是过去积极的这些我们的民意代表给的地方的一些承诺。对，那开发同时如果没有做好做的工程的那个管控，那就造成我看到的很多问题。那土木的砍伐是目前在台湾来说应该已经几乎快要没有，就是上礼拜大家看到江宏老师跟大家谈的，说的林业砍伐在民国60年代之后几乎完全就不再做任何事情。除了少部分的那个林树种有它对应的目的之外，大部分的树林其实都不在树砍伐。那砍伐之后就是保持不好，都变成多。那还有一个是跟我们最主要的关的不要化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肥料是主要的关键。农药还不是，农药把水里面的鱼都毒死了，但是肥料呢，它会是影响河川里面营养过度增加的很重要的关键，会造成你的水体的恶化。那恶化、不要化的问题，我们上面跟大家稍微谈过，对不对？谈过同时，大家知道这个水会变得非常浑浊、缺氧，然后导致大量的滋生，这样河川就死掉了。OK， 所以大家在现在做当然期的做冬湿期的时候，其实在看得到，它其实看起来，我刚刚来稍微去倒了一下，水量还蛮大的，水量大的。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把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稀释，让它造成的压力减小，但是也不能太大。我觉得台湾现在得天独厚，但是下一个雨可以满足这个水库的需求。南部还没有雨，这冬天南部几乎没有下到，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旱灾大概几乎可以逃过一劫。中南部就是桃园以南，就是大家可能要超一半。我觉得是我们看到这山区这个使用的一些状况。好，这个房地产都先不讲了。所以你看这个曾经做过美国的调查，山有不同的道那个山坡地的使用的一个情形。自然的山坡地，美的土壤还是会流失，但它流失大概只有这个数字。好，这个都是自然碳。好，那大概就是原来的一倍多一点。但是如果它以它一倍的话，它大概就是它的3.5倍。怎么样3.5倍？你如果是耕作的土地，它就会流失原来的3.5倍。如果你是用道路再去开发的话，就原来是120倍。所以在山坡地上，你去做道路开发的问题，远比去做农耕地的问题还要更严重。这是一个之前这个一个特，就是我们讲说一个大环境下面在做开垦的同时所产生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数据告诉大家，我们在施作的同时，耕耘施作的耕耘，也许还有一点点。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大，只是道路开发了，它问题就很大。好，那这个有点时间了，毕竟是台风，因为好像有稍微久了。我们都看到现在这整个地区，黄色，对了，哦，黄色地代表的是超限使用，就是它超过原来限制的使用的一个范围。那白色的是村里的界限，绿色的是那绿色，是这里的绿色，这个是界限，这是台风之后造成的冲击。好，
就大部分怎么说，你可以看到在一个区域范围里面，这是山上鸢峰林在那个本山上啊，这个里面看到做的这个区域范围，每个通通代表一个村里的使用，看几乎都看了。那比方说山上这么漂亮的山，台湾这么漂亮的山，但是因为为了要满足这个我们在平地之间的生活习惯或者这些使用的食物，他们就要超过这个土地可以承受这个状况，然后去开发啊。所以有时候高山蔬菜，我觉得不是不能吃啦，就是可以想一想，尤其什么上不能吃，最一开始的那一批少吃。为什么少吃？是比赛，像块补丁，一个山应该是很漂亮的一座山，可是它一块一块一块，像个补丁一样。包括梨子啊、水蜜桃啊、苹果啊，所以在这几年台风过后之后，其实你就不管是农委会还是那个特殊关心辅导委员会，他们现在有一些做法，所以不管是福寿山、梨山还是那个武陵三个大的农场，开始要转型，不再去开发新的果园，要把原来的果园转成观光用地。就是只提供大家观光的地点，所以这个是会是一个新的做法。现在这几个台风，这几个台湾这几年比较大台风造成的这个灾害影响，因为山上高山灾害的影响，就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一张图，小公路开了，对不对？上面下面全部就开发成为一个使用的一个地，这个更明显。看山坡地上种了那么多的这个高丽菜。老师，那个坡度太斜了，也能种。就想办法。那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就是一开始的最早的那一批高丽菜不要吃。身上你要种蔬菜，要两个重要的条件，要水，要肥沃的土壤，对。看那个土壤是什么？对啊，碎石块，在山上的碎石块，土整天都有碎石块，山上不会有肥沃土壤。所以这时候你要让这个菜长得又大又好看，懂吗？肥料。对，就是肥料。所以一开始的化学肥料加了很多，所以前面的几批，我今天他几个朋友啊，在建议就是前面的几批都很蔬菜。那个下来的时候，我就先不要去，因为里面含了太多的化学肥料的比例，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有了这个村落，有了一个具体土地的开发使用，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是另外一边，同样的问题。疫情，我的遗产道路其实还是有个特别的功能啊，当那整个海狮子甲线。积雪的时候，结冰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老实说，这个就这个功能来说，它其实扮演还蛮特别的角色。因为这条路不太会结冰，人家比较海拔比较低，但是人家没到台湾山上，所以说山上这条路塞车了，得走这一条。这是另外一个。所以这个每一个白色的地方，其实都是原来的他们的农舍，这个小区的这个。那他们还是开的那个小型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机啊？那个四个轮子的，就容易用的那种，也没有车牌的，就是那个轮子，然后可以上山，可以运到高山马路上。他们后来把做好的水的那些花米、那些水果，就放在那个小色白色屋子，其中一定是晾之后再运到山下的马路，再特别过路的时候。对，这下面是高丽菜啊，是高丽菜。看起来好一点，对。所以你看这边就是一个崩塌地，道路经过的时候，这边的上面的就是老人做的不好，崩塌之后可能就下来。那么按照这现在的工法，这边应该盖一个什么？泥隧道，就是那个道隧道不是整个封起来的，就是经过的时候旁边有洞，光线进得来，那叫泥隧道。那真的能够有用吗？你看看其他的照片，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一个三公地开发，什么现在是贵族，贵族也是台湾那个三公地里面，我觉得我问过林务局啊，贵族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植栽的三公地的保持的这个种类嘛，他说不是，但是因为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大家吃贵族的，对，去那个三产店一定最点一个贵物，都那个芦笋嘛，对不对？然后还要防住人那个不同的笋干，或者笋丝等等，它的需求量很大，所以那当然就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做这个影响的选择。所以我们的山上大概低海拔的地方，除了相思树之外，另外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贵族，但是相思树比贵族好太多了，因为相思树的整个抓地力对环境的友善其实比贵族要好很多。那这是什么？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农产品啊，刚才江老师讲的都是比较正面的，我们的输出，我们重要的这个经济收入，对吧？我在讲它的不好。好，所以茶也是一个，那茶园一定是在山坡地。那可以问一下大家，上礼拜我跟大家问，每年。大家上次有听到那个三坡地的里面的客家族群，对不对？这个还蛮这个很辛苦。最近有没有客家的伙伴？客家的？啊，哪里？我在苗栗待的时间有吗？哦，到八零对不对？一半一半。你有参加过同花祭？为什么客家六年了？我问大家，为什么客家人要跟同花祭合在一起？两个什么关系？客家同花节，然后每年同花什么时间开？四月对，然后呢，一开半夜下大雨了，所有活动都不能办。然后下完雨之后，花都谢光了，开办的时候没有花。为什么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植物，然后来当做客家的主轴？以前起桐油嘛，以前什么？起桐油啊，桐油，以前起桐油，所以客家人就都在起桐油。当然，那是种植的主要目的之一，因为它有很重要的这个桐油在哪里？因为那时候的枪械的润滑上面，所以那个桐油是，但是桐花油是台湾原地产的，所以如果你一个以外来的植物作为。这个主轴，其实它有比较弱的说服力，告诉大家客家跟同花之间的结合。那现在唯一大家能够解释的，这是我听到的跟客家的这个委员会他们提供的想法，就是因为在找一个不同的族群他的庆典活动的同时，那总要有一个很鲜明的目标。量多吧？啊，量多啊？量多。对。之前好像也没特别有人去注意桐花在开，对不对？五月雪是有人在讲的，可是它的主要精神是，当整个漳州跟泉州械斗的同时，那为了说台湾的三个重要的经济作物，糖、茶叶跟另外一个木材，是木材，不是茶、糖、茶叶跟另外一个稻米，在做整个平地在开发的同时，在做一些争夺，那。客家人其实是比较不善于去跟这群人去争夺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所以他就被迫一直移到山坡地的山脚下去从事他们的作物，用他们的生活。所以你看他们客家人的所有的食材，其实很多都是腌制的，那长期经过一段长期时间，它可以用很久，因为他们的那个来源自然资源的来源不足。OK。那刚好在这个山坡地上面，最明显的每年开花最茂盛的就是桐花，所以最后就是桐花来做代表，选择作为客家桐花祭的一个发展，这是客家桐花祭的主要原因。很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那这是在当初，因为我在第一年客家桐花祭的时候在苗栗打牌，所以我大概就知道大概有一些这样类似的讯息。所以跟大家稍微看一看，因为这年因为会做一些不同的转变，所以你看发现每年，干桐花祭要办的时候，主办单位都很心里很紧张，
雨什么时候下？雨一旦下就没有同化剂了，通通被打光了。所以这是那个同化剂的问题。OK， 所以那个茶叶问题下，所以茶叶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力上面最大的一个对环境不是很友善的一个农作物，但是它却是我们需要的农作物之一。这还算是小的，对不对？我的槟榔树是整个满满的，满满的。所以你看，它一定要整地，它的山下，它的树下面一定没有太多的农作物，因为太阳很被晒。所以这个是这个槟榔树在植栽的时候的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台风来了，大家都会是这个情况。那个竹根很浅，所以整个就倒下来了。所以这是一样，那上面碎石坡，碎石坡下面是大石头，碎石坡被冲掉了，大石头裸露，没有办法支撑，大石头滚下来，所以原来的小泥流就变成大的土石流，而变成大洪水，这都是看到这些问题在一再发生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是一样，包括了，这都是。对，那个那间房子应该是整个被土石流冲进去了。是。所以在那个南头，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青山上线跟青山下线。然后这条路大家走过，这条路也已经走过了三次，应该再没机会走了。最早一次应该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去德基水库做调查。两条单行道，一条上去进去，一条出来。OK， 所以大雅溪的问题也是因为在上游土地的开发。那让我们看看，那时候去做德基水库的原因，是因为德基水库的进水的，就是它上游是一条河川，河川进来的那个路开始变宽广的那个地方，有大型的大片面积的那个藻类。盖满了这个水里面，那个颜色跟什么颜色？跟那个比那个桌子的颜色还在深，深咖啡的。就是那张桌子的颜色还在深咖啡色。明白吗？这个颜色还在深一点，酱油的颜色。那我在做那个，各位现在用的是那个网子啊，去捞那个垃圾那个网子，大概不用20秒下去，大概上来，再就整个塞满，全部堵住。那个大概每一只那个。藻类大概都蛮大，大概只有0.5公里那么大，就还蛮大只的一个浮力猛的。那鳞就是山上的果园蔬菜带来的营养，但它下游还不错，整个水库的前端的水不是很清澈，但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那些藻类把这些养分用掉，还有那些藻类里面的毒性，所以不能膨胀。所以这个问题大家看到这条路。很多人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再重新让它能够恢复原状呢？所以中文公路过去有讲过人心圣殿，对，这是讲我们小学的时候刚才提到的几个字。虽然在那个开垦的过程中是很辛苦，我们其实也了解，我们原住民在使用这些土地的时候，为了国家其实贡献了很多，甚至牺牲生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大环境，我们在利用的同时，超限利用这件事情，应该是要有点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好，所以这个看这些画面，大家看就好了。就是经过土石流，大家很多看到五片，这是刚看到的山沟地。马路一样，旁边是河流，右边是河流，这是山坡，所以你要在河流的旁边建一条路是最方便，因为那个。比较能够去整地，山坡地你要把那个山坡整个铲掉，山坡是这样对不对？那你要把这边整个铲掉，这条会变成，对不对？啊，这是河流这样走，所以过去这样直接这样开过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边这个边坡如果你做的不好，它就是崩塌的位置。所以为什么我常看到很多山坡地常常会有崩塌？
因为你开的路，过去的路，跟原来这山坡的走势，不在同一条线上。我们讲说逆向坡跟顺向坡，它经过这东西吗？不过，什么叫逆向坡？我们来画个图。顺向坡还是逆向坡？逆向坡。那顺向坡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房子可以卖？就跟白马山庄一样，知道那个白马山庄吗？就像那好的，我的同学就买在那里，到现在还藏在送给国家。所以这是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开发，所以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深刻的话，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一条，对，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呢？整个五十滑落，整个都七分钟才到，七分钟应该就对对对。你早上我还开车经过那条路，回不来了，到也没有去了。这边的支撑，工法就很重要。今天我做不好，它这边没有支撑啊，这土一定很重，它就会往这边走。所以这是一个道路上面使用工法上面的问题。那因为可以请教，可以请教问题吗？我们如果在外面看到，你如何分辨它是顺向？你有没有挖开来看，对不对？对，你怎么看得出来？它顺向可以透过那个地质定调所的资料，但是一般民众可能很难。就我们一般从肉眼上，对，看不看出来？除非它有整地，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它的纵面，看得出来它的那个纹理，也许可以。但如果它没有整地，我没有办法。那像这种顺向坡的功法，真的有办法撑得住吗？还是可以。还是可以，但是我们通常会尽量避开，因为它比较费工耗材。因为我们去年前年在争议那个基辅公路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之前就从那个中央的那个经济部的地质调查研究所调出来资料，就显示是说那个基平隧道口那边其实都是顺向坡。然后我们跟公路总局讲，他们说他们都有办法处理。你知道，那这个就变成对我们来讲就很难跟他争议说，那他说他有办法处理，但是我们觉得没办法。那所以我就说，工法上真的有办法可以处理，是可以处理的。比如说他们会打那个钉，你们看到在那个曾经崩落的那个地方，那个这边高速公路，汐止那个高速公路曾经崩落，淹了三台车子那一个，他们后来把它全部铲平之后，打了20多公尺的一个。一个都这么粗的铆钉，那是用来侦测。固定，所以他们打了数十个下去，所以这样子才能够固定的。因为这是从事那个工法的朋友直接告诉我们，所以某些部分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看待该地的地质。比如说它石头就很容易碎掉，你这样打了还是不会做固定嘛。那如果是整片的话，对，整片的话，如果是里面是都是碎石，就打进去也没有用。对，所以要看那个顺向坡、逆向坡它本身的岩层的一个状况。对，这个店因为做一个叫做岩心的，他打一个岩心，打下去之后，看这里面去分析里面的岩石头的结构，因为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一定会做，但是我也跟大家讲，所有的道路能够不开发，当然就不要开发。但是我们同样方便到外面去，同样到我们的部落去。就是你要搭火车，那是不是因为搭火车，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之间的差别。所以，当你的所有生活的越便利的同时，我们对环境的那个需求，那个走上的压力就越大。那不能告诉大家都不要出门啊，大家躲在家里面。但是怎么样让这个环境可以更我们跟他之间更友善？其实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处理。所以现在目前做的公法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是。担心工程的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工委会里面有现在开始有一群生物的人进去，或学生态的人进去，那这群人他会告诉大家，过去的资料告诉你这条溪流里面有什么样的生物，你这些外来的工程进来之后，这些生物的数量减少。像我们前两天那个云志博士那个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那篇文章里面特别提了一件事，就是核一厂、核二厂。在施工之后，这吸进的水、排出去的水，对周边环境的鱼类的种类数是
不是这样下来，是这样下来。是种类比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少了太多。那可是现场也盖了二十年了，要二十年之后才知道答案。那这二十年之间，其实是我们台湾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大家比较不会去考虑到这些环境带来的一些问题。直到这几年，大家开始觉得环境上面的灾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家开始回过头来去检讨这些事情。那当然，亡羊补牢了，还是很多事情，他说如果说不要这样子，那就没有。可是现在都已经在那个现场，怎么样去做后端的处理？一个当然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观念上的改变，第二个是要身体力行，然后让这个东西其实有更专业的人来帮忙协助，他也会比较本着良心跟大家说明这中间问题的严重性，该怎么样去操作会比较恰当。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桃米生态村，就是在一个南投埔里的桃米生态村，那个村在九一大地震之后，那个特征中心协助他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恢复原来的倒掉的这些房舍，第二件事情是先去调查那个地方的既有的生物资源，然后知道这些生物的资源，建造这些生物可以生活的那条溪或者那个环境，然后开始让这些生物进驻之后，民宿开始发展，然后让外面的民众进来体验这样的生态环境，生态工坊建造的一个小村落，他从什么方式来体验，所以它是一连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的非常重要。那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当然还有啊，很多民众会抱怨啊。我进去之后，我选那个住起来看那家，我比较喜欢啊，离水比较近啊。可是你就安排我一张住这家，他们是一个社区型的经营方式，所以你在网络上登记的同时，他们会自己帮你安排特定的民宿的居住，而不是由民众自己来选择。但那你按照人家的操作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经营模式啊。但好跟坏，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达纳印度也是一个特别的事情，或许刚开始鱼很好，看到那个鱼在里面游，对不对？欧洲鳄鱼，啊，海风过后鱼通通跑光了，那达纳印度要看什么？那开发的同时，刚开始的时候游览车没有那么多，后来天这个声名大噪，根本消化不了，然后里面所有的店面，底下都是在卖茶叶蛋、茶叶蛋、茶叶蛋、茶叶蛋，因为他材料卖的比较好嘛，所以他就卖茶叶蛋，卖茶叶蛋。那这个大家都爱吃蛋嘛，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大家可以从面想想，在这个经营的同时，它怎么样多角化、多样化的方式，让这个环境能够被活络起来。所以这个是看到的不少功夫。对，它一定要整地嘛，和那个原来的树木可以，所以那这个都是它的纹路是可以看得出来，它只要整地看出来的纹路。这个来说，应该有点，也是有点像春江湖的环境。好 ，OK， 那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工坊，最丑的工坊，我最常非常讨厌看到的。这一块山哦，就怕土石崩落，泥浆泼一过，就整个把它给封起来。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它是有做一些不同的排水设施哦，你一看得到，如果下大雨的时候，这边很多的管线，像尿尿一样，对不对？导水管，导水管嘛。但是它在这个下面的时候，像这个还好，整个到时候，然后这边的问题就是整个水面陆地上都是水，对经过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通常这边会做一个，你知道那些是薄坎，就是那个边坡的整治，把这个地方做成维护地方呢。对，这个也是一样，墙壁上面都是水泥画，这个也是。你看这个，球都撑不住啦，水还是会被蓄积在这个土壤里啊。那水还是往下走，主要这边的时候，这个土撑不住，就把水泥给撑破。然后说重新再去弄一次。OK， 我觉得这是早期的工法，现在都改了。所以你也很少这样子做，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工法其实对整个环境来说其实非常不友善。你就想这个地方完全封住了，什么生物也长不上去，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使用的习惯。对对，就像这也是，除了崩塌地还是会有崩解的情况。那就来用这个
寻找的网袋的下进方法，就是把那个泥土放在一个网袋里面，然后把它弄实堆叠到这个坡的下方。那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做好一个处理，它也是一样，表壁表裸露了，它怎么带就有时候会下来。工委会那时候我就问你，很像这个游戏，这也是看到比较中，就是在那个之前之后的一个工法，所以那个工法上面用了一个框框，它看起来好像里面就会把树啊睡在里面。我想我这棵树为什么被困在那里？所以那个其实这个工法是造成一个很多人这个屁股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因为偏坡形的框实实在，就是把水泥框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大面积的承受的力量比较大，当你变小面积的时候，的力量会被分散。这是他们工法上面的主要的用意，就是每一个小格可以承担一点偏坡的力量，把它分散掉。一整片，它任何一个角角脆弱没有弄好，它就那么一天就崩出去了。但这个其实好处是，它可以。去分散那个到了造成的土石的压力，但是上面是贵族，它都是贵族，所以造成的这些问题其实一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它的左根很浅，所以林务局也在想办法要改善这个贵族林的林相，可是好像看起来好像也很难施力，目前因为它真的是我们重要的林生植物，几乎在。新竹以北的山区，大概都是以这个为主要的生产线，然后就会去采竹子，然后做很多相应的产光的金属的收入的来源。那明隧道当然也，这个看过就，还是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要讲明隧道的算。所以当时我们在谈这些不同的河流的整治的时候，就特别提过，就是南沙坝这样的一个限制，其实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很剧烈，因为它对于很多的生物的回流产生很大很大的冲击。那当然，沙石的补给都会被困在水库里面，它也没办法有效送到水库里面。那滴水不犯，什么叫滴水不犯？我们在之前如果说调查的那个环境，我旁边有个边坡用水泥做的这样的工程，我们就叫做滴水不犯。那如果是河川是很大的，它有一个比较陡的那样的一个设计，那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工法。那这个工法它会把原来的河川会管，因为为了你方便去在那环境里面去走路去做散步，它会把原来的河川的面积缩小。那河流来的时候的量大跟量少。不是你可以决定，他们量大的时候，都塞不住了，你就溢流出去。你的工法你就会造成这个，所以他们就要加渠嘛。OK， 要加渠嘛，这渠就越加越高，那回流就一直在造成大的问题。那提湾取直，这也是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讨论过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尤其是淡水和基隆的提湾取直。那它造就了整个金融河的内部地区的大繁荣，对不对？一些做的水岸豪宅一整排。那当然，河流在走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我们讲一件事情，所有人生活的用途，走的都是直线。河流走绝对不会走直线，河流一定有它自己的方向。这个地方要转硬的，它就会转个弯，然后产生一个不同的。形状出来，所以河流的美就在美在它的那个形状上面的延伸，对不对？那原因是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调的一个景观。可是相对的，像你的桌子，桌子如果做成跟河流一样，桌子能用吗？大家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当然还是有人比较新潮流的，也会做成这样的，难免。但是学校的课桌椅做成河流，那就有了。那开始做的这些河岸的改变，他就开始做水泥。水泥是一个最简单的阻挡的工法，就是只要碰到水泥，水泥透地，它容量可以冲毁，
就是水就继续往前走。所以这是那往年性是一直被消失的，多样性也一直在消失的。因为你走太一致了，和尚喜欢选择的东西，那就有可能下潮。你都要去河川去溪流去亲近，那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像之前看过的这个南沙大瘟，南沙大我讲过了，还记得什么数字吗？全台湾210条的河流里面，这个南沙大，应该科起了，期末考还考试，科在快头，9000多个，210条河川哦，主要河川21条，那有9000多个南沙大，就对着整个这个问题的猛男。大概记个数字就好了，如果真的用真的记下来，因为它还是会不断增加，因为每年在河川的工坊的那个整个上面的经费超过数十亿。那这个鱼才是大家比较在意的一部分，因为大家看得到嘛，鱼出现游乐在游，大家都有看讲过一种特别的事情，因为大家跟商量一下，就是鱼类如果活得还不错，其实对大家来说，他觉得那个环境其实很多，但是如果没有那个鱼，环境其实大家都会比较觉得这条河洗下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台湾的比较中海拔地区的上游其实都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很多河流都会开始做什么？封鱼，对不对？禁钓、封溪，原因也是在这个方式。那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好了，苗栗有一条那个布鱼步道，听过吗？在哪里？南庄。南庄的布鱼步道，然后做了保护的那个非常彻底啊，因为它不让任何人到溪边去，就溪边里面那个苦花那个溪哥啊，或者那个讲那个石冰，大概满满的都是。结果呢，他发现那个鱼太多了，我那个村呢就突发奇想，想什么事？为了促进我们地区的观光资源，我们开放整条溪，大家来钓鱼，要帮忙减量，减少那个溪流里面的鱼的量，让那个生态能够平衡一下。大家觉得这个事情 OK 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溪里面我已经做了很好的保育措施哦，然后呢，现在鱼太多了，我自己抓鱼享受，跟应该分给别人一起享受，所以我开放一个时间，让大家来钓 ，O 不 OK？应该还好。所以有人觉得还不错啊，反正可以把钓来鱼那个稍微减轻一下环境的压力，可以天天的小破，也可以享受一下。但是当你一旦开放这个钓鱼的机制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说：“哦，一边都有钓，都有我马来钓，为什么这个又不能钓？”那相关的法规，我觉得就有一些配套，那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在封区护鱼的时候，你到底是保护了谁？是指保护了那个鱼，还是保护了那条溪？懂意思吗？理论上，如果保护那条溪，基本上，因为他们为什么那个鱼会特别多？因为他们喂鱼嘛，喂鱼，那鱼就有东西吃啊，拼命吃啊。在原来这环境里面，他们可以吃的，要去找东西才来吃的。那个，我们把它截掉，因为它直接。就喂它就有东西吃了，所以每只鱼就不断成长，不断生小孩，所以它的来源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在东区布鱼的这个同时，有些朋友他那个博士班已经毕业了，好像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他因为东西很特别，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如果大家有兴趣钓鱼的话，在苦瓜的身上、后背的身上，那个肚子。会放会有一个寄生虫，不，还没有到影响到人。那寄生虫一般人都看不到，所以他以前特别关注这个事情，一直到他去布莱
发现你们钓鱼钓上来之后，他钓苦瓜，然后他说，哎，肚子那边会动，他做一下动会动，然后从那个洞那边再把洞打开大一点，就钻出一只，像那种长这个样子。然后就这样，就这样，肚子里面。那他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这个发条。好，所以这个鱼怪这样的一个小动物在肚子里面，他就去做他的研究，他研究做得还不错，这个发条好几篇的文章。肚子里面怎么看都很大只，可是你解释它的性别，东西不好，没有公的，还是新的鱼在调查的时候还是会找到这些这个虫在这个小，它是一种那种叫做那种水虱，那种怎么样？那虱是这个小虱，小虱，小虱，那种寄生虫，所以它就靠那个鱼苦瓜身上的那个体液啊，不断吸食它的养分，然后在里面生活。Okay, 大家一直想，奇怪了，他说我抓了十只有这个虫的，十只都是女的，不是鱼母，是那个虫的母。公的虫在哪里？有一天呢，他运气很好，他又在钓，发现肚子里面有一只、两只，一只公的，一只母。公的比它小，大概。那只不花量的话，大概它的只有这么大，一点点。然后黑色的，母的是白色的，哇！这下解了，终于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开了。他开始很频繁的跑去布莱钓，因为那时候布莱在丰溪，结果没想到就被抓到警察局去，原住民救了一个人。哦，我是台大博士班的。我好会抓在丰溪，那个关键上面搬手搬来警察局，然后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实验室。我听说你们这有一位蔡先生，他说是你们实验室的博士班主任。我说对啊，是我的学长。说他哦，来拖钓鱼被我们抓了，你看找人来把他保回去。OK 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为什么他被抓？你知道吗？因为他去溪里面。哇，请衬托啊，请背头，带一个斗笠，看你们家是念书的人，啊，从那个请嘎去掉，还在住在隔壁呢，大概可以待三天，都不用，反正自己就处理了，掉下来的鱼就可以当成他的食物了。他是为了做研究很有趣的人，所以这东西快就发表，台湾的新种哦，叫福山鱼怪。福山就是我们的福山村，福山鱼怪，大家可以查一查，蛮有趣的一个特别的事情。所以公益这件事情呢、啊，其实它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检讨的空间。你看，这是乌来的山区这么严重的土石流，其实跟整个过去的开发其实有些关联。所以，我们应该来看到其他不同的溪流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态。那白沙坝其实它就会也是一样，它看一起，我们讲会讲太久，再休息一下。好，休息大概十分钟之后，我们再回来。好 ，OK。不管是蓝田业，还是核酸的工程，那大家看到现在都会是用一个清水的方式，那大家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民众在河堤两岸的休闲，然后所因应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功法。所以你想啊，这个河流怎么会有这么多阶梯？然后你要清水，其实用做这样整片。那你看下面还有御寒宫，就是为了让河底的那些泥沙不要飘流很重，所以用御寒宫的方式放在那个。那你看整治的同时完全没有水，所以你这样讲，这要多久之后才可以恢复回来原来的样貌？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工程上面是做的。那这个也是用提案，大家也常看到上面有各种脚踏车啊，用一个不同方式来跟这河流保持一个清晰的关系，对不对？那我觉得东势溪还好啦，虽然也是蛮多的，但是大家可以再去。下一次在做调查，下次调查的时候是几月几号？记得吗？1月9号。很好，一月九号。所以1月9号那天我们会校长当天也给我们一点时间啊。那这也
那下礼拜我们这个礼拜过完，下礼拜就是新的一年了，所以大家那一年这个礼拜我们就稍微放，大家一点时间做这些稍微愉快的加油，对，欢迎大家来海科馆升旗啊！好，所以这是工法上面大家看到在施工上面，不管是桥梁或是这个护岸啊，这就叫做滴水护岸。滴水护岸就是它的整治，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这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护床沟，就是在河流里面，河流本来走得好好的，就要用这个，大家就会把沙子，哎，河流在侵蚀的时候，它就会把两边的比较碎的这些石块带下来，一定是难的。那现在防止这个带下来的沙子对下游造成一些影响，它把沙石固定在这个河床的中上游，所以它就用这种方式来做这样的处理。那当然，对河的景观来说，就不会是一条河流喜欢的样貌。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种角度来看。那我觉得东西西我们走了大概两次，这个还没看到，应该稍微庆幸的东西。那个东土的那个有纳西，东土纳西有没有？也就是木屐寮，反正台风过后它就会石化。木屐寮。这个土石流，回头沿着这个河流这样下来。就台湾几个大的重要的关键啊，我觉得目前我们在看整个环境的变化。921大地震确实是一个，那个那一震把台湾原来很扎实的那个地基震松了。那之后来了几个大的台风。就把原来要恢复的那个做的工程，还没恢复之前，就通在这个整个冲击了一次。陶瓷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陶瓷最严重就是那个往那个关户的那条路，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告诉我，那个整个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村那个清泉。清泉在上面那个整个那个警察的那个住宅的那个位置，要跟看着那些的位置，通通都被冲走了。还有印象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说有七个，好像几个警察在留守在山上，然后就被整个大土石流就整个冲走。然后后来我们刚好在山上做整个关路的关路新的那个调查，就走那个山路，沿路看那整个地貌全部都改变。对面过去我第一次去。的样子完全是两个样，你看一个红色的桥啊，那桥完全就通通都消失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环境的力量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是浊水溪，所以这也是一样，滴水护岸。然后你可以发现，它原来跟下面这个地方有一边坡，它分这个笔路，它现在做另外一个方式是这个地方上来，上来的同时。它是避免水淹覆盖过去，所以它把那个边坡反一个方向往上提。但是一样，不管怎么样的边坡，它其实大水一来，只要下个大豪雨，造成的冲击其实都那个工厂其实都会有一些那个没办法承受的那个情况。这也是就是排水沟。我工委会在做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其实受到还蛮大的挑战。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去修这些画面，其实是要让这些工程做不下去嘛。我确实想看到这些画，也是东土纳西。好，这很有名气，这条溪很有名，对不对？南投有名的是可能会去上新闻的一条溪。所以看到这些不同的灾害啊，工程。其实很难撑得住这些问题，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工程在施作中，工程其实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它对于我们人类的所有生活其实还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但在改善的同时能不能更尊重自然，这是太空法里面的重要的精神。那个精神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这个宣言上面。1992年那一年其实做了很多宣言，包括我在巴西办这个活动，那很重要的另外给大家知道就是生物多样性，中东印的宣言是在那一年被提出来的。
那还有提出一个环境跟发展宣言，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精神，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人类存在关怀永续发展的中心，就是各位其实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但你就想说，哇，我考上面科学怎么样？我怎么是不是科学家？但是大家其实有一些些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你会告诉别的人哪件事情是对，哪件事情是不是错的，为什么对，你要可以说出这个理由，为什么错，他可以说出这个理由，这些都是具备了基本科学家的精神。那各位在这个关怀中心的同时，其实就会扮演这样的角色。那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对于我们的环境的永续发展其实是会更有帮助。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人应该享有一个跟大自然和健康跟生产力的这样的生命，就是我们在享受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你应该看到，我不是每天都是为了垃圾的问题、污水的问题，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应该更友善的方式去跟这些环境产生一个协调。那我常会举个例子，大家觉得蚊子、蟑螂、老鼠出现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对我们的环境有点脏乱。但如果一只蚊子、一只蟑螂、一只老鼠都没有，好还是不好？不好，也不好。所以呢，大家现在有概念了，对不对？为什么不好？大家很清楚。如果那些生物都活不下来，我们还能活吗？是。哦，所以其实有时候可以思考一下，怎样跟这环境里面产生一个和谐的机制。OK。那另外一个就是满足我们这一代跟未来子孙对于环境发展的需求。那我们这辈子把它用完了，下辈子都光叫自己想办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宣言。宣言的重要的就是要去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好，就是我们生态工法到今天的重点啊，就是人类基于对生态系统的深切认知。所以如果讲的是溪流生态工法，你就一定要溪非常清楚，哪一个地方算上游、中游、下游，哪边有深潭，哪边有浅濑。我们的水流速度怎么样？水流在哪里？水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有什么样的生物？什么样的鱼在里面出现？这个你必须要去了解。那落实这些生物的维护 ，OK。或者说，哎，这条溪流里面很多鱼，鱼太多了，我放一只那个什么捕鱼，那个白鸭进来，就是把什么都吃光光。那这不是一个保护区的保护的方式。那必须要什么？以生态为基础，以安全为导向，这是工法的精神。所以要以生态为前提。所以工委会在九一大建之后成立这样的一个单位，它最重要不只是工程的人进去，因为工程的人对生物来说其实很重要。那以前的做法就是工程归工程，生物归生物，两个是互相死不往来。你只要盖一个厕所，就是破坏生态。你只要我不让我盖厕所，你就是那个没有想到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便利性，所以两边都永远是在冲突的情况下。那我有很多的学长，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为了这环境好，最好都不要盖。我觉得那是最终极的那个最高崇高的那个理想，那有不可能，觉得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想法是，如果当这个环境跟人类是有关的，你就应该要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去介入，让这个环境是友善的方式被对待？那还有就需要维护跟管，先有人为活动的地方，环境这个地方就不要人为活动，人为的活动。所以东沙的那个环礁，我就觉得它就是很好啊，观光客进不去啊，大家就不后选择的人在里面那边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啊，这当然也是另外我们自己的私心啊。哎，但就是告诉大家。再过来就是以生态为基础，以安全为导向，因为它要考虑到我们的不止我们的安全，这些生物环境的安全也是一定会被纳进去。所以这样的方式减少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的永续工程，就称之为生态工程。那还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大家可以看一看，未来在做调查的时候，这些关键是不是都在？可是在工法里面很常被提到的几件，这个。很东南亚的，喜欢。对，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渔家常在。
生态工法建的，它不是自然的溪，可以想象吗？一条溪，它有没有截弯曲直？没有，顺着溪的管源的方式，它有河接，这把就是一条河经过时候会产生的地形跟地貌。所以当你在这边跟这个大自然环境产生联系的时候，那旁边你看还有这些不同的转进来的溪在出去。那如果你在做工法的时候，怎么会做多做那条溪呢？不会、啊。直接就把那条溪就直接就通了，水会流，会堵住就好啦。但这个方式有什么好处？大家想想，如果我这条溪这样子走，这样走过去，为什么我要多做这一条溪啊？很想大声一点。哎，我们让他跳掉了。我来一起打 A 呀。好，一打 A 呀。那你超一百分。对。分流。分流。减缓这个水的带来的直接的冲击，这是一个，就是自由可以改善这个水的这个直接的冲刷的那个冲击的程度，确实是一个。另外一个，它可以让有些生物，比较小的生物。可以躲在里面啊，增加这个整个环境的多样性啊。从外面就很险恶了，你在这边不是稍微安全一点？你看，如果这体型过小的生物，大流游不进来嘛，它吃不到，这边就可以有机会在这边生活长大。而它这边发现这个环境已经，它可以有独立生活，它再出去。这其实是一个友善的对环境的做法。但还不是这样。你人在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你不会特别跑到对面这个地方去活动，当然还是有，但相对的这个地方被使用的频率会降低，里面就有更多的生物在那个地方会出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操作这个生态工法方面时候的一个做的方式。所以它有重要几个目标，像这几件事，避免破坏生态环境，就是保持它的原貌。所以它一定要先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地的生物资料。生物的治疗的调整，你不能说我为了满足某些鱼，哦，五花那么好，所以我在带满满东西吸，我就要让五花重新复回，就是回复它的数量，其他鱼都不要，这不是一个好做。你要先知道这条溪里面到底原来的五花数量到底多少。如果十只里面含有一只，就不能放十只五花，放一只石斛进去，就不对，就反客为主。所以就是事前调查就很重要，那好像生命周期的设计。什么生命周期？就是大家现在常在提的所谓的年的降雨量的那个200年洪峰，或是百年的那个高峰期。就我们现在下水道的设计，是为了满足20年里面突然间来了一次大洪水的那个临界期去做的设计。那为什么要搞这个事情？你做的太多，为什么不能把一次通通搞定？永续的方式，通通让这个环境不会受到这种灾害，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上限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只能抓到一个数字，像20年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淹水量80公分的这样的降雨量，那我们为了让这个降雨量能够瞬间被舒缓，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80公分可以容纳的那个下水道的深度，注意设计，那可能更多一点，到100公分，它就可以容忍都市里面不会下大雨之后不会淹到水。如果你为了省钱做50公分，就多30公分的风险，他不来没就没事，他一来就是淹水，你就重新检讨。所以常常听到很多听到那些新闻，就是百年请见，对不对？像看到最近天气，冬至67年来第三热的天气，大家会用这些数字来告诉大家过去的状况跟现在状况的差别性在哪，而且大家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生命周期是考虑到这些事情，它该使用多久？刚练好溪，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不同的规律，那使用最少的资源 ，OK， 不用太多的人为的人造物进去，然后这些资源是能够被再生利用，可以重复使用。那我知道有一家饭店在加州，叫做饭店，那饭店的老板是华人。然后他曾经来台湾去讲过他们饭店的特别，他的饭店是那个
那个我们讲的绿色的饭店的，好像银质还是金质，我忘了。那怎么意思呢？饭店走的是大家休闲风，先讲个例子跟大家说好。就是他回来跟大家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有他在开饭店的同时，一个老太太走进来，说啊，你们这个到底什么饭店？绿色饭店，这整个大厅这么亮啊，当然是绿色饭店，一点都不环保，而且浪费电。然后就有一个那个服务人员跟他说，老太太，您误会了，你看这么亮是原因是我们上面的屋顶全部是玻璃帷幕，所以光线直接这样照进来，所以大厅很亮，我们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看看，好像就是这样。所以他回来讲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去质疑绿色饭店的真实性。我想到，我经常打大衣，因为我被每个骨，那 OK， 那发掉。帮你查一查，这个饭店里面的床头柜，除了摆一本圣经之外，还摆一本那个环保的手册。然后他进去之后，他会带你进去这个，那是一个山谷河谷，河谷里面，他带你做的是环境的巡礼。然后饭店里面所有的瓷砖，全部都是用过在哪里贴的。就是人家敲下来之后在那里贴，里面的所有建材45%是曾经被使用过的，包括水的使用。那老板就有这样的想法，原因是他有在加州的那个餐厅，豆店的餐厅，装修地方，然后做。那来问各位，你到一个餐厅里面坐下来之后，你第一天会遇到的事情是什么？就坐在里面坐着。第一次先跑洗手间，你看环境，逃生门哦，没有吧？我很早先去山里看看逃生门，我跟大家讲这件事啊。第一次你会遇到的事情是什么？喝水嘛，对，那谁敢给你水喝？服务生嘛，所以坐下来之后不是就会递上一个餐巾，这个我有的话跑可以就递一张那个湿纸巾。有就带给你当美女，然后倒一杯水，一个请餐卡。那如果你要需要的话，再过来帮他服务。那个老板就在那个餐厅这个地方，半个小时都没有人来招呼他，坐在那个地方，风景是很漂亮，因为靠近那个加州的旁边那个海堤上面，坐在那个地方啊坐。哎，这样子过后，为什么在那边来来去去有看到他，也没有赶他，没有做什么，在我到底。但是坐半小时都没有来生气，为什么？不好笑。对，你这是你带客知道，你要跟半小时的，你好歹也送到一杯水啊、哦。没有餐巾纸，没有美女就算，好歹一杯水。我不许多讲话。先生，很抱歉，我知道我们加州非常缺水，所以如果您要一杯水，可以告诉我，帮您递上一杯水。如果您没有说，我就把这杯水省下来。对，那你看我们的台湾的餐厅，那杯水喝完的有多少？然后还没喝完就重新再加了嘛，对不对？对，一直在加水。啊，一直在加水，然后最后这杯水呢，倒掉。是不是？我现在都跟魏德说，哎，不用，我待会要离开了，不用再倒水。所以我真的需要，所以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对，所以那大家一直都有带水，这都没有问题。所以你大家是。国民运动，所以这都是很好的东西。我看，那最后就想到说，原来经营餐厅要给一杯水这么困难，就在这个加州这个地方，所以他才开始想到要盖一个绿色的这一个饭店。这个我觉得很奇怪。那查一下。所以这是那饭店的老板今天过来台湾。想到这些，那45%的资源，它的那个步道是用什么？步道是人家墙壁打下来的那个砖头去铺的步道，然后用那个废轮胎去做的什么事情忘了，然后还有那个瓷砖，刚讲的瓷砖，地毯也重新再一整理过，
然后用在很多不是直接跟人接触的那个面上面，那也有所谓的雨水截流在整个设施里，然后用来做浇灌，周边的植物的浇灌的这样的使用，所以说是资源上面的再生利用，然后废弃物的减量。所以大家知道，去饭店有时候你可以自己带盥洗用具，可以打折嘛，都是应该在做这样的方式，然后想办法维持那段的生命多样性，这是生态法里面很重要的精神。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就要去考虑到整体性，整体性跟着环境到底搭不搭。OK， 第二个，你的自然之间的偏颇，为什么大家去做这个调查？这些植物到底是外来的，是为了这些旁边的房子的需求去重新做景观的植栽，还是它源自这个地方的原生树呢？这就是可以考虑到这个核酸在整治的时候它的实用性。那在保留核酸的管理的多样性，就地取材，运用当地的资源。所以我们在做，比如说我们在做奥万大的那条溪流的时候，三藏的这个园区的溪流的时候，我们是捡的是奥万大用石块上来作为那个溪流的两边的那个这个石材，就跟从山下那边石头上来，这是一个就地取材的方式。那提高雨水截流、入渗，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从取水区去治理，减缓它的流速，需要是达到流速的问题，碳汇到水排里面对我们帮助不大。那蓝河堰、蓝沙坝，它是可以减缓，但它的做法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所以，那自然公共的闭塞要设到最少的营建来满足需求，资源回收再生利用，这些都在刚刚讲那些事情的延伸。但可不可能？我们的营建工人就是像我们的路，是一铺再铺，好几大家都说啊，第二波、第二波了，第二波长波长长起来，他每天就要去挖一下，所以。我把它有些工程师一直在做没问题，但是在试做的同时，他也没办法去从这样的层面来考量公司在后方面的一些必要性。现在道路都在做这件事情了，因为道路上面很容易积水，现在道路的设计是中央的那个安全岛旁边就会有雨水的进流口，所以路面它其实是有点颠高的，中间最高，两边最低，所以雨水下下来之后到两边去。那这样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通常在开车的时候不太喜欢走在最内线的车道，因为下雨天，如果那个进流口被堵住了，那边就会积水，积水之后车子已经经过就是啪，然后对面的车子就啪，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有没有印象？所以我喜欢走中间的原因在这里，高速公路特别明显。好。三公法其实193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它其实最早是从河流整治开始的。好，那1962年，这个人呢 ，Odin， 这个人是你如果学生态学，最早的一本教科书是他写的。就我手边有一本他写的教科书，讲所谓的生态基础生态学。那到1991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人办了第一次的国际研讨会，你看多久？这是民国80年的事情。我们年轻过多少的灾害，这事情到80年代做才正式普及的研讨会讨论的。那98年被引进来，就是民国87年被引进来。然后921大地震的时候，伟大地震哪一年？还记得吗？应该是2000年，如果没记错的话。民国88。1999。1999。OK， 所以就他隔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事情就其实就被。用在整个崩塌地的整治跟土石流的那个问题上面，啊，所以这是整个东方文化在国内的一个发展性，所以它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议题。那这个做法其实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没什么争议。过去我们的传统工法只要把水泥那些捡起来架好，帮模弄后灌浆，然后就开始干了之后就验收。没问题，就直接就解决了。现在所有生态工法都还有变，那个叫什么型？保护型。就你在做河流整治的时候，我们的植栽，这一年如果这些树死掉的时候，你要回来就把它种上去了。
那哪一个单位愿意做这件事？你是你够不够？你不是我希望我用。可不管，既然做了公馆，你如果是做很多公园的整治的东西，那些树木有至少半年到一年以上的保护期，所以要派人定期来维护这些树木的成长，直到一年之后保护期解决，和这个合约才完正式终止。所以这是那很多人都会说，过去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复杂，为什么现在变那么复杂？因为环境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会影响到很多人是做工程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跟想法。这是我们过去在做湿地的营造的时候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个事情呢，那他们工法人就因为你没有办法做生态工程，所以你拿不到案子。就在2000年之后，大概80%-90%的工法工程都是有生态的概念进去的，才有办法拿到案子。所以那时候产生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后面台风来的时候，大家说你看那个话很了不起，台风来了一样就可以。所以大家要有概念，任何的工法在面对大自然的冲击的时候，当然它有一定不同的承受力。那最大的大自然力量绝对是我们没办法想象，它什么时候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灾难，其实我们都还不清楚，看过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个画面。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的讨论空间。那我们讲工法的同时，刚刚讲的重要两个概念，以生态为基础，以安全为导向。所以生态会放在第一个要件上面，对环境友善的方式，然后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工程进来，两个合并在一起，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工法里面我们需要的一个操作方式。OK， 好，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想一下它们的差别性。好，所以这个当然就有一些不同的过程了哈，从一开始宣导期到最后成熟期，这几年大家慢慢比较稳定的。很特别的两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有常自己开车走一高跟二高的，请举手。一高，有经过一高的，好，请示老师。您走过一高的，请举手。走过二高的，你们两个觉得两个道路最大的差别？二高都是在中山高，二高就是那个一高都经过都会区嘛，这二高都在来松啊，看管，都很高架。每次在过去都海边的啊，他就出不去啊，他就是往山边这边走。所以高速公路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几个都市之间的连接，所以海线这边的都市已经有一高，所以就不太可能在海线再做另外一条高速公路，他只能往山边这个地方走。这是当初的第一个想法，没有问题。那这两个条路有很大的工法上面的差别。一刀从头到尾，对，这、就是答案。一刀从头到尾几乎没什么隧道，除了一开始的大叶隧道之外，到后面就没有隧道了，对不对？没有，比较没有了，几乎没有。可是你看二刀从头到尾都是隧道。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有隧道跟没隧道的差别？靠山。山是一个，但是我可以把山给铲平的。腐蚀。腐蚀流。破坏环境。景观是最重要的概念。就你在经过那条路的时候，景观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但是相对的，也造成塞车的问题。大家不习惯使用隧道的那种操作方式，就雪隧。就会塞，大部分的城都，你看那个早上上班时间，木栅隧道、那个福德隧道，那边都会有车祸，就大家不太习惯。你如果是走二高回去的同时，下午4-5点尽量避免。为什么？光线刚好从你的正前方进来，一出隧道就是，然后就嘣。所以这是你开车的问题。所以那个隧道怎么样去改善，其实也都有一些回头的想法。所以我们常讲一高跟二高是很明显在工法上面吃多的同时的很大一个差别性，所以大家当然可以想象，那当然就景观来说，二高的景观会比一高景观来得好，对不对？所以这是生态工法上面。好，那当然它结合这些不同的层面，我可能顶多提供的环境跟生态的资料，他一定要有土木的人进来，然后还要景观的人进来，当然还有这个地方的人文社会背景的
在做这些景观设施上面才不会很突兀。所以这是其实是在整个公共委员会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很重要的一个结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几个不同的面向，然后我们看几张图，很有趣的图。这是金门的光前兴，县长就自认为说，这个是我做过最好的一条生态工法的溪，看起来非常符合金门的我举光楼的生态的那个情景啊。然后这个溪看起来就是在那个大武山的前面，到溪有什么问题？蓝水蓝，我觉得它比较像这蓝荷叶，蓝沙发是吧？凸起来，然后沙就被困在里面，叫蓝沙发，就变成蓝色的。这水是从这边，这都是逆流出来，它就蓄积到地上的水，它做水可能拿来做浇灌。假设这边有一只青蛙，晚上唱歌，然后准备要求，听到有声音回应，结果呢，声音回应是在那边，对呀，对。他就奋不顾身就跑跑下去，他游到那边跳不上来，跳不上去，回来呢也回不来。不过从这角度来看，他就不太满足生态的那样的一个定义，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在戏子，叫戏子智慧溪，看你多智慧。你像什么问题？太高了。太高了。为什么要做这么高？淹水呀、啊！就是他不是一次做哦，他是淹水，淹水，他做这个，像这个时候做这个，他在做这个，他做这个，我的家越来越大。对，很有智慧吧？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所以这个事情可以回去检视一下，我们的公司机上面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就是对这个涵洞。明明只有地基的问题，然后后面有做的横管、地下水的横管，这些信号都排水的问题。